水浮莲。好多水浮莲是这样随水漂流，而且它这个漂流的速度是相当快的。这条是广东开平的潭江其中一个支流来的。咁呢个嘅地点咧就系位于名胜风景区，南楼啊。咁啊，南楼咧就系纪念抗日战争时候嘅其中七壮士。人生如浮萍，亦有如水浮莲，随水漂流，四海为家。咁呢啲水浮莲咧，就系激起咗我对人生嘅一种启发。This is Yan Stephen. Film this video in Kaiping, China. Thank you.